它的羊汤好喝，都有味儿，都有味儿。哎，你是经常来喝吗？我经常来喝。哦，都有味儿。味道怎么样，唐姐的？味道杠杠的。味道杠杠的。哎呀，这是没法子。你经常来喝？每天就是没逢季来喝，没逢季来喝。哦，逢季就来喝。嗯。哦，大家好哈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山东日照五莲，听说在五莲这个大集上呢。有一个卖地锅羊汤的啊，也是一个老师傅做的，也是非常有年代感了哈。咱今天呢就去看一下，这也是一个卖羊汤的哈。哦，卖羊汤。这是羊汤是吧？哎，羊汤。哦，这是老古董的，上好。这个是老古董。哦，对。这个用了多长时间了？有30年了吗？哦，80多年了。30多年了。这个秤呢用了30多年了。这是古董啊，哈，古董。这个古董这个古味来的。哦。我这是都炒火热红鸡啊。我这称一下哈。啊。哎，差不多了，这都多了一种。再用这种秤称的很少了哈。哎，很少了。我们不叫花生。这不是古董吗？对对对对。我们这里要这个羊血是免费加的呀。啊，免费加的。哦。现在是早晨6:30，吃饭的人已经很多了。大集上赶集的都来喝羊汤。哇，羊肚的，羊肚，宰羊肚的人偷的跳肚。没听见的。这个羊肚表面的那种黑膜弄掉了是吧？啊，哎，咱出的那这是带黑膜的不卫生。哦哦，带黑膜的不卫生。咱这个最低多少钱起卖？啊，24。24哈，最低24。嗯，24大饼免费。哦哦，大饼免费。嗯，这就是24的。哦哦，这就是24的哈，就是24的，24的也能游玩了哈。啊，我们这老客户，你们都来，你看。老客户哈。师傅，您做这个？羊肉汤，你选用的这个羊是什么品种？哦，就是本地山羊。本地的山羊是吧？啊，本地山羊。哦，这个是辣椒油，辣椒油。咱这一天的话，能卖那么几只羊？哦，三只了吧，也得卖个7-8十只呢。哦，哎呦，这个量还是挺大的哈，嗯、7-8十只的话，这个量已经很大了。喝羊汤的多，恁那边哈。喜欢喝羊汤，吃饭的多少吧？这个吃饭的多，吃饭的多。哦，这里边是大饼，大饼，这种厚的大饼，不当老厚了这个大饼。你这边吃饭，早晨吃饭有喝酒的吗？有，喝早酒。哦，你这个早酒怎么卖法？我就1块钱一碗。1块钱一碗，哎，哎呦，便宜哈，好。便宜是我亏我不亏客户。哦，就是主要提供亏自己行，不能亏客户。哎，加把火。他们这边就是喝羊汤泡饼，然后喝点早酒，也是非常的惬意哈。你今年有多大了？哎呀，60多，64了。64了。啊，学住了，一直往前来的。看着不像哈，哦，我吃羊肉吃的，吃羊肉吃的还年轻，哎，羊肉的好处，您这是几个人忙活？哎呀，得4-5个的，4-5个人，好。哎呦，我看啊，大爷，给我来碗24的。哎，好好好，你爱吃什么肉呢？他这个什么地方的肉好点？哦，你这个随便啊，你愿有雷山上的那种肉吗？啊，这雷山上啊，行，就这个吧。嗯，啊，尝尝。啊，雷山上的肉。大锅就是山楼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尝一下哈。那这不是肉桂，肉桂那个呢？哦，我都说不吃的。这个大爷给咱找点好肉哈。你放心吧。啊。哇塞，这块肉挺好。不错，我还在羊肚，哎，再来点羊肚，这个羊肚最好吃了，它脆哈。啊，尝尝你这个羊肚和那个木头那个黑皮羊肚一样不一样？好的，好的，好了。给你们找了一汤。哦，一汤。嗯。哦。烫一下哈。嗯。
就可以了。哇塞，挺漂亮的。什么大锅开着啊？对，开窗啊。给我加点辣椒油，来一点就行，一点就可以。哎，好了，可以，可以。放上吧，我们这特别风味啊，这个辣椒油。哦，好嘞，行。来来，这。这个就是大饼哈，他们这边的人就是喝羊汤，就是泡这种大饼。我们来这么一小块吧，尝一下这个大饼哈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五莲县漕河大集，这个羊汤又安排上了哈。我感觉这个农村大集上，在日照这边哈，这个羊汤这个文化也是挺重的哈。他们这边呢，也是喜欢喝羊汤，喝早酒，哎，一般的话就是这种酒，这种酒的话是1块钱一小碗，1块钱那么一小碗，知道吧？啊，他们就是也是一种早酒文化吧，哈。但是早晨起来就是喝一杯早酒，他也不耽误干活。然后啊，还有特色的是什么呢？他这个羊汤里边又泡这种大饼，这个大饼呢就跟那个莒县大饼差不多，比较厚。啊，闻上去，这个大姨让我拿着这个热的哈，刚做出来的又特别香，味道特别好哈。泡一下大饼，跟那个羊肉泡馍差不多。这个大饼泡到这个碗里啊，看到了吗？泡到碗里，嗯，来上一口。喝羊汤之前，先泡一下饼，先来上一口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这小环境吃的饭非常过瘾啊！说实话哈，农村大集上这个羊汤它是真香，哇！你还没有喝，然后一闻的话，它这个味儿是真香，哇！大饼也是不错的。它这个集上有好几家羊汤，然后我挑了一家，这家我看人特别多，满满的人。听那个师傅说，他家的这个羊汤非常不错哈，哇，太好了！大家看一下这个羊肚有没有食欲？我让大爷给我切点羊肚。我每次喝羊汤啊，都点这个羊肚啊，这个羊肚特别香，特别脆哈。这个羊肚你看了吗？它是白的，处理的，把那个黑膜给去掉了，处理的非常干净。羊肉，要点肋山上的肉。听他们说，这个肋山上的肉，是羊身上最好的。每次喝羊汤都跟你们要这个肋山上的肉。哇，说实话哈，他这个羊肉吃起来就是香，就一个字儿香，就是原汁原味哈。大家注意看一下哈。它这个羊小肠，它处理的这个是非常干净的，啊，它里边的油脂处理的非常干净。咱再来口汤哈，尝一下这个味道如何？哇，简直太香了，有种小时候喝馄饨的那种感觉，用这种碗哈。我们那边。小时候喝馄饨啊，经常就是用这种碗，那老大爷推着车子卖馄饨，他们就是用这种碗来装的。